好不容易争取到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，在今年的1月17号到1月20号，连耍四日，在我们悉尼高尔夫球场，是整个我们台湾高尔夫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赛事平台。我们把这个比赛呢越做越好，越做越成功，最后能够为我们台湾高尔夫的发展呢建立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。Taiwan Women's Golf Open， 台湾女子高球公开赛，请大家进场为选手们加油，加油 ，fighting，fighting！ 台湾女子高球公开赛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